去修电脑。下过雨的天空果然不一样，白白的云，蓝蓝的天，清新的空气。前段时间电脑镜头突然坏了，显示说没有找到任何连接的镜头。到我了，小辉要做一系列的检查。快乐风时间，小辉进厂维修了，不开心吃个高热量，愉悦一下心情。快乐风的炸鸡绝对不要错过，有机会你一定要试试。既然来了，就多买一些回家冻冰箱。还去了美式炸鸡店，这种特殊时期得来速简直就是太方便了，不用下车。终于到家洗头洗澡，然后准备吃我的炸鸡午餐。又多汁又嫩，好好吃。烤墨西哥猪肉卷，一个眨眼又到晚餐。今天吃宅配晚餐，喝 Low Fresh 烤墨西哥猪肉卷。
因为很喜欢鳄梨，所以自己又加了一些之前打好的冻鳄梨泥。今晚的饮料就来一个鲜榨血橙汁好了。我开动了，饿了饿了。小时候。